草屯镇金玉宫三彩院今日透早就来到真侪民众，民众拢是摕着水果、清香来参拜，会场是相当闹热。金玉宫三彩院为着要祈求国泰民安，特别选择龙年来举办着做酒活动。无同款的是，连续八天的法会中，除了请着法师来上经以外，佫结合着社区办理了千人祈福。入圣大典，我们是想要让这个整个地方来讲能够五谷丰收，整个里能够地脉丰沛，所以我们是结合这整个草屯镇的所有的里民，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来做一个千人的一个祈福活动，所以让大家这个整个社区能够来共同参加。今日重头戏是由县政府民政处处长陈瑞庆担任了主席，南投县议员游宏达、甘金贤以及多位地方人士担任了陪席，在两局议事中来开箱。民政处处长陈瑞庆指出，金玉宫三彩院选择两年来举办了做酒活动，相当意义。啊，过去十二年前啊，伫遮这个嘛是同款是两年，伫咱布料里才举办这个等于做酒这个发会。那过去，咱是沿路妈祖的这个行李啊，嘛真严格啊，所以啊，意味着咱遮所有的地方会当真顺利来遮做一个开发。庙方这次设计了六个段，每一个段落无同款的意义，伊希望民众前来参拜祈福时，不妨行一撮庙段，会当感受到无同款的做酒活动。记者陈明婷采访报道。